出发了。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无比的兴奋着。之前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各国开始关闭了边境，停止彼此之间的流动，大多数的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内等候着疫情过去的这一天。暌违了3年的时间，终于迎来国门开放的这一刻，也总算盼到可以出国旅行的时候了。这次旅行同样是选择去日本旅行，日本也一直是国人最爱前往的国家之一，而个人也非常喜欢去日本赏樱及赏枫，所以当樱花季节来到的时刻，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机票，准备来趟日本赏樱花旅游行程了。这次要前往的是位在日本四国的高松，而很有意思的是，这趟日本赏樱花行程是原定在2020年就要前往的行程，结果在2020年初时，新冠疫情迅速扩散至全球多国，逐渐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大感染，各国也开始了进行边境管制作业。当年原本预定要前往的日本赏樱及九州赏枫的旅行，也都因为这场疫情被迫取消了。而这一封锁管制竟然也长达近3年的时间。当疫情逐渐结束，各国的边境慢慢开启后，前往各地旅行的机票费用的都增加了不少。在寻找合宜的价格机票时，发现了3年前被取消的旅行目的地高松，机票价格并没有增加很多。可能高松不是国人前往日本主要区域，所以在机票还处在相对合宜的价格时，当下毫不思索地订下了这趟旅行机票。有趣的是，原本订下的是3年前往返都是相同的时间，就连飞机航班编号都相同。行车很快地来到了桃园大园。这次出国前往机场，选择的是自行驾车前往机场周边停车场，善用信用卡的停车优惠就可以免费停车了。而这次去日本旅行10天，刚好信用卡也提供了10天免费停车优惠。准备搭乘航厦与停车场往返的接驳车前往航厦。话说这趟的旅行算是整整延迟了3年才后再出发。在订好了机票后，当然开始了旅程的安排与住宿的订房。既然时间都相同，本来想照着原本的行程计划走，但研究了行程后，发现位在四国的香川县内的观音寺市区内，有着许多著名的 IG 观光打卡景点，都是景色相当美丽的旅游景点，所以这次行程就调整了原本要前往的岛根县的松江市，而改新增了香川县观音寺市的停留。就在一切大家都尚未准备出国赏花之时，我们早已妥善安排好了赏樱行程，所有的旅程计划及住宿租车皆已安排好了。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出发前2个月时，航空公司突然通知原定出发日的早班飞机被取消了，被迫往前提早1天的下午飞的航班，也就是今天要搭乘的航班时刻，临时的改变，也只好增加第一天住宿的预订与行程的调整。原本最困难的租车时间变更，也幸好透过了 email 与租车公司沟通联络下，租车公司也配合我们的航班抵达的时间，也提前1天交车给我们使用。非常感谢 Budget 这间租车公司的协助，提供了服务上的变更，解决了我们因航班变更后交通上的问题。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日本租车时选择这间租车公司。
快的就来到了桃园机场二航下，离搭乘飞机的脚步越来越接近了。一个疫情改变了这世界不少的事情，但很多的景观仍依旧留了下来。航下内的歪斜油桶景物依旧存在，仿佛对于过往的游客微笑送往迎来着。现在的人完全离不开网路，所以得租用 WiFi 机来使用。网路对于自助旅行可是相当的重要，举凡导航、查指、讯息查询，甚至简单翻译等等，都需要用得到网路才行。到了已预约的柜台上，顺利取得租用 WiFi 机后，下一步就是准备前往柜台报到及托运行李。来到华航前往日本的登机柜台前，感觉出国旅游人潮慢慢增多了，得花点时间慢慢排队完成 check-in 作业。虽然已经使用网络报到手续，但还是要排队等候挂行李。最后确认行李顺利过了安检仪器后，就可以慢慢在机场内走走逛逛了。今天是下午的航班，时间上较为充裕许多，所以就来到二航下四楼的区域走走逛逛。主要这里有观景台，很久没看到飞机起降了，今天就来观看一下飞机起降的英姿。而四楼这也有些餐厅， 7-11 及星巴克也在这，可以悠闲的喝杯咖啡。另外还有乐高玩具所堆叠组合而出的航下，带小孩的可以来这玩乐高玩具消磨时间，相信时间一定会感觉过得很快。来到了观景台上，这里的确非常适合近距离观赏着飞机起降。真的很久没搭飞机了，想到等等就可以搭飞机出国旅行，心情上就显得十分轻松与开心。完成了护照审验快速通关手续，就算已经完成了出境手续了。3年没出国了，护照也在此期间过期。为了这趟出国申办护照，可是足足等候了8小时才完成了护照申办换发的手续。可见这3年的期间，世界仿佛按下了停止键，重新启动后，得花上许多时间来消化这3年来要重新办理的护照的人们。今天要登机是二航下的D7闸门，这里刚好是展示台湾布袋戏的眼镜室。 P
霹雳布袋戏的表演手法与传统布袋戏有所不同，其特色是在旧式布袋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，包括加强声光爆破效果，近年来更大量使用电脑特效，朝着戏偶的加大与精致化，配合着动画合成的背景展现，以及改进操偶方式来演出。因此在2022年台北电影节将最佳动画影片颁给素还真布袋戏电影，以此可以将布袋戏划分为动画形式的一种。刚刚经过机场内的免税商店，商店因旅客往来多了也热络了起来，看来随着这疫情被稳定控制下，会有越来越多人们进出国门出国旅游，各行各业也逐渐复苏起来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等候后，终于要开始准备登机了。通过机票验证程序后，终于缓缓排队登上了飞机。飞机缓缓地滑出停机坪了，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兴奋着，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让搭机出国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。看着一般般排队等候跑道飞出的班机，这个新冠疫情真的过去了。回想4年前旅游兴盛时，飞机从跑道飞出去的大排长龙慢慢排队等候着，如今这样的盛况应该慢慢会回来了。搭乘的班机准备进入跑道区，准备迎向天空前往日本而去，期盼已久的旅行就即将展开而行了。想到可以出国旅行就是开心。可能真的太久没搭乘飞机了，机上多媒体触控显示器感觉进步了不少，显示好触控好选择好，反正比起3年前来感觉都好，可以自由自在去选择自己想要观看的节目，或是静静的欣赏飞机的航空资讯，在没有网络下也是可以打发不少时间的，减轻不少飞行旅途中的无聊时刻。因为是短程的航班，飞机上了高空较平稳后，空姐们开始要忙碌地进行送餐工作。航程中飞机还是很不平稳地跳动着，让工作人员在工作上特别辛苦。感谢飞机上所有的服务人员，谢谢你们。目前机上配合着防疫规定，还是得全程佩戴上口罩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很快的飞机上应该也不用再戴口罩了。
经过了两个半小时的飞行，飞机已逐渐降低的飞行高度，已经来到了日本四国的上空了。透过飞机窗外看出去，机外的山顶上一朵朵白球，想必就是盛开的樱花了。飞机经过了回旋转弯后，准备要进入跑道了。这感觉就好像是去北海道函馆机场降落的场景，总是在飞机回旋转弯后的不久就准备降落了。飞机顺利地降落在日本四国香川县高松市的高松机场。高松，我终于来了，这趟旅程可是整整延宕了三年呀。飞机稳稳地停妥在高松空港内，机窗外的勤人员正在依序下着行李。高松机场是个小型的国际机场，就跟北海道的函馆机场一样。而小机场的好处就是，同一时间只会有一班国际航线飞机抵达，所以出入境会比大型机场来得方便快速许多。个人是非常喜欢小型国际机场进出，快速多了。高松机场国际航线只有飞四个航点城市，分别是台北、首尔、上海及香港。台北的航线就是由中华航空飞行。机上乘客准备依序下飞机进行入境手续办理，完成了入境手续后，旅游就正式开始了。入境前如果预先填妥了入境申报，即目前需要出示施打三剂疫苗证明，小型机场就能非常快捷完成入境手续，加上快速领到行李就已入境日本。在入境出口处就能看到一整排租车公司的服务窗口，找到所预约的租车公司柜台，告知服务人员预约编号后，租车公司就会派车到机场接送前往租车公司办理租车手续。搭乘着租车公司提供的接驳车，车程约五分钟后就来到位在机场附近的 Budget。 Budget 是第二次使用的租车公司，在2019年去东北赏枫七天旅游时也是使用这间租车公司。公司提供了手续简便，还车时也简单快速，所以这次也是选择 Budget 公司的车辆来作为这十天的赏樱交通工具。在日本办理租车手续相当的简单，只要提供台湾驾照及监理所办理的驾照日文一本，就可以在日本驾车旅行了。与租车公司一起确认车辆的外观车况后，
就可以顺利领车自驾旅行了。驾着车行驶在往高松市区的道路上，在日本正式开始了自助旅行的序幕了。本身有着多年的行车经历，加上已有多次在日本自驾旅行的经验，基本上只要一点时间熟悉车辆后就没问题了。配合着行车速度慢一点，多注意标线号志，遵守行车礼仪，礼让行人，相信就可以在日本行车安全通行。毕竟出国在外，一切安全第一，万一有什么不小心，整个旅游行程可是会受到影响的。所以行车慢一点，安全才有保障，旅程过程才能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的游玩。从机场离开后，准备前往高松市区内。日本的第一站是安排到日本超市场来采购，选择是位在高松立林公园附近的 Hello's 超市。Hello's 为日本一家24小时经营连锁超市，遍及日本广岛、冈山、香川、爱媛、都道府县等。其超市主要销售之产品包括蔬菜、水果、鲜鱼、熟食、肉类、一般食品、乳制品、糖果、一般商品及酒精饮料等。会来到日本超市逛逛，原因是因为搭乘下午的航班，抵达入境后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，所以就利用了晚上时间来到超市买东西。主要是想要买整箱的饮用水放在车上，这样在想要喝水时，就不用到处寻找超商停下来购买饮水，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宝贵时间。本来只是想简单的买水及一些零食，但看着超市内贩售吃的食品，每一项熟食商品看起来都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加上时间已来到晚上，许多商品都已经给了不少折扣，而折扣后的价格实在太吸引人了。原来日本物价比起国内价格来说实在不贵，甚至许多物品的售价上比国内来的便宜许多。原来日本超市这么好买好逛，好多东西都好想买来品尝看看。后来买了许多零食及水饮料，柜台结账后就准备回饭店了。行车来到了今晚要入住饭店附近的停车场，会选择这间停车场停放，因为这间停车场收取费用最符合我们使用时间，停车费用加总起来也是最便宜的。今晚入住是在 JR 高松站附近的 Hiburin Takamatsu Kimi 高松前店，中文翻译为高松码头酒店。会选择这间饭店是因为价格优惠及地理位置佳，距离明天一早要前往的玉藻公园只有300公尺的距离。柜台办理完 check-in 手续后，可以在饭店大厅选择个人需要盥洗用品。饭店是由 Booking 订房网预订，由于入住饭店价格优惠，通常当单人房与双人价格差异不大时，就会选择单人房入住。房间内陈设相当简单，该有的设备也都有提供，准备好了刚刚在超市内采购的食物，庆祝一下等候已久的日本旅行终于成型了。
期盼未来的九天的旅程能够顺顺利利完成。